这个在泛内囊里面有微弱函数啊，哈，总共会有大概这个有三体跟 vector 函数有关，因为 vector 函数在平常使用到的几率其实还蛮高的。那比如说哈，这个有一个计算年龄与 vector 函数查询时数这一题啊，如果等一下有时间，同学可以想想看。这一题里面的话，就是说哈，它要查询的就是我们要的这个时间部分哈，比如说。 奇怪，这个没办法。好，看一下。OK， 好。那特别注意哈，这边比较重要是开课级别、结束日期。这个结束日期跟什么有关系？跟前面的开课班别有关系。那开课班别哈，特别注意哦，开课班别哈，你这边 C04哈，你可以从这边 C04可以查到。 那其实我们主要是要查到这个时数，这个时数我30哈，那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今天开课的是这个时间是，第一周的第一天就对了。那我想要知道结束日期应该是哪一天，那我应该怎么去算？首先，当然第一个我要先知道哈，开课班别它总共时数多少？ 那30个小时，一周上3个小时，好了。假设这个班的上法是一周是3个小时，所以要上10周之后，那也就是10周之后应该是哪一天？那你要帮我算出来。可是10周之后特别重要，10周之后这个已经是第一周了，所以你第一周不能再算了，等于9周了哈。这个是第一周嘛，一直算2、3、4、5、6到10，所以还有9周。 一周7天嘛，所以我们要怎么算出来？所以第一个当然你要先怎么样？但你也可以不需要一次全部做完，你可以按部就班。第一个先把这个查出来几个小时。第二个的话呢，把它除以多少？除以3，有没有？就是等于是每周3个小时啊，除出来就是几周。几周之后再减掉。 第一周，因为这个是第一周嘛，你不能把它算进去，减掉1，再乘上7，那最后再把这个跟那个数字相加，就是结束日期。应该听得懂我意思啦，哈，只是说你要把它怎么样，一次就做到位，试试看好了。其实并不难，但是如果你会的话很快了，但你不会的话，可能你要分很多次还不见得做得出来。好 ，OK， 第一个。 其他还有什么题目呢？包含就是检视与参照这边还有个人事考评，怎么去找那个其他资料啊？比如说人事考评这一题啊，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。像这一题哦，里面要查什么？比如说像那个这个打开哈，柱砖单位的部分哈，其实你不知道单位什么，单位这个地方有个单位的对照表，101、108柱砖有没有发现？它的第几个字会是？就是这个是单位。 所以你怎么知道它的单位？第一个你要先用什么呢？切割自串函数，7108。哎，切割怎么切？它刚好在不是在左边，也不是在右边，它在中间嘛。所以什么 ？mid 函数嘛，对哈。第几个字呢？第123，3个字，345，切3个字，再去怎么样？去这个对照表单位里面查。不过呢，因为这里面的名称好像已经都做好了。 所以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，这边有没有单位？哎，有单位，对照到哪里？对照到这里，所以这个是找第一栏，带过来是第二栏。OK， 所以你可以怎样利用这样的方式找什么？找单位，组别的话是什么？其实组别我有点不太记得，组别 A B C 嘛 ，A B C 的话，那应该就是1、2、3、4、5第7个字。哎，有没有？那你会去组别里面找。升等的话是哪一个字呢？升等是第一个字。 第一个字呢，主别，如果是一的话是柱砖，二的话是零组。不过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有一个问题哦，它题目里面有这个试题里面有一个说明，就是说因为你切割用 mid 它是文字函数，你切完之后那个一哈它是文字的一，可是后面的这个升等里面的一呢是数字的一，所以如果你要比的话，你会发现你会比不到。 为什么文字跟数字？我前面特别强调，在 Excel 里面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除非你要怎么样，把你切割完的资料本来是文字，要把它转成数字之后再来比较。
那这个题目里面呢，它有一个说明，就是说它有提示哈、哦，升等栏位利用 value 函数哦，哎，前面好像有讲过嘛哈、哦，就是 value 其实就是文字转数字的一个函数，转完再来比对就 OK 了哈、哦，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把这个找出来，然后这个考核意思就是说把这三个平均起来，可是三个平均一想说，哎，这三个成绩好像有 A 有甲。怎么平均哈、哦？套很简单，反正你就分两次嘛。那这边有个等级嘛、哦、如果是优甲乙的话，那这个分数，啊，一个是考绩，一个是考评，反正你三个加起来也是一样查完的嘛，查到旁边这个成绩，然后把它相加除以三，哎，就是它的总平均的哈、哦。然后笔试的话，这个应该就这个、哦、其实你也可以看一下上面有一些提示啦。笔试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占 30%， 这个占 70%， 那就是这个乘上 0.3、哦、加上这个乘上 0.7、啊、最后把它合计，合计的话这个占 60%， 这个占 40%， 所以就是这个乘积呢乘以 0.6， 这个乘积呢乘以 0.4、啊、最后有个名次，名次的话呢你用 rank EQ 就可以把名次排完了，哎，这一题大概就这样了、哦、所以这个我想有等一下有时间的同学也可以试试看、哦、那这个在后面 还有几题、哦、可以再做延伸性练习。那接下来我们把那个刚刚的这个部分、哦、还有后面、哦、除了用 value 函数之外，其实你还可以用什么呢？我后面还有延伸性的，可能更有一些我刚刚提过，如果说呢你查询的时候呢，一定只能查第一栏，但是如果你要查第一栏以外的话，你可以用其他的函数，哎，像常用的哈 ，index 不知道哥没用过哈，这函数其实还蛮重要的，其实用到的几率哦，尤其是你在那个比较大的资料里面，你要去抓到你要的资料的位置的话，一定会用到它。除了用到它之外哈，还有用到什么呢？还有那 offset， 或者是 indirect， 所以后面哈。这三个函数是属于所谓的高阶函数了，但是用到的几率也许对你们来说不高，那是因为你不会用，但是如果你会用的话，用到的几率就很高了。 OK， 后面还有像其他的范例也会讲到、哦、比如说呢，我们在后面有一个范例是检视与参照嘛、哦、那个人事分栏，这所谓人事分栏就是说它本来在同一栏的资料要把它一栏分四栏，那就用什么呢？你可以用 index 啊，因为你用 value 函数绝对做不出来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就需要学会用 index 或者用 indirect， 否则你会没办法分。像常常会见到，就是说我有一栏的资料分成可能四栏、五栏，那有可能另外一种是我有一栏我有四栏的资料，要再把它转回一栏。没办法，资料常常又转来转去，那怎么办、哦、其实这个时候呢，当然你就有必要使用什么？使用 index 啦。所以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好了。那请各位一样、哦、把 value 函数这个范例呢，在这个拖拉复制一个工作表，名称呢，请你改成查询界面刮弧 index， 后面也有个刮弧 offset， 刮弧 indirect， 所以后面的东西稍微难一点点、哦、那请各位先稍微把。也许如果动作稍微比较快的同学啦，也许可以把后面的题目稍微 run 一下。那等一下我们也再来看一下这个所谓的 index 的使用方法。好， index 应该从这边开始。OK， 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好，试一下。